最难体会的想念。你行吗？而我想念你，送给你。送我的。嗯。山茶花。嗯，我从云南带回来的。好美啊！谢谢。我此时此刻拥有的，比这个更美。你的笑容比我的生命还重要。我想告诉你，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一直在等着你，不管是什么时候，在什么地方，我都在。时间